我们特别安排这样一个小小的活动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懂得孝顺我们的母亲，孝顺我们的家人，知道如何表达对我们父母亲辛劳的感谢。所以我们特别安排这样一个小小的活动，我们邀请各位妈妈先坐下来。当然如果小朋友你今天妈妈没有来，你有报名的奶奶啊、爷爷、爸爸也可以，有些妈妈没有在身边，爸爸代替妈妈的角色更加的感人。我们是不是再次热烈欢迎这些上台的妈妈们，掌声谢谢他们一生为我们孩子辛劳所做的付出以及奉献。好，现在小朋友坐在妈妈的怀里，有没有觉得很幸福？好，其实更幸福是我们妈妈啦，我们妈妈能抱着孩子是感觉最温暖的。好，那么我今年也感受到非常的幸福，因为把我妈妈从宜兰接来，让我觉得很心安。其实妈妈一直都在宜兰，离我很遥远，那现在妈妈能够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事情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请所有小朋友起立，把你手中的花献给妈妈。拥抱一下，好，拥抱一下，好，还有妈妈，我爱你，哇，好温馨啊！我希望每天在五山国小都是母亲节。好，我们小朋友都跟周老师一样，眼泛泪光了哈。其实这时候是很感动的。下去的时候，好，我们还是继续就坐哈。那我们也听听孩子讲一下心里想要感谢妈妈的话。我们先请明灯好吗？也是充满了喜悦哈。好，下一个请我们玉涵来。在这特别的日子里，我要把这朵和我妈妈一样漂亮的开奶瓶送给我妈妈，谢谢妈妈，我很喜欢你，我爱你。好，妈妈是她心目中最美丽的哈。好，我们请两个我们双胞胎姐妹啊，来一起讲一下谢谢妈妈的话。妈妈，我爱你，在我们心中你是最棒的。好，我们请所有小朋友现在站到自己最棒的妈妈前面啊！我们自己妈妈都是最棒的、最美的、最健康的，希望她是全世界最幸福的。好，把我们的花献给妈妈。
肩膀很僵硬啊，希望以后柔软一点，放轻松一点。孩子慢慢长大了，也可以扛起家里的一些家务事情，让妈妈的重担能够放轻一些。好，再帮妈妈捶捶背，好，帮妈妈捶捶背。未来这个家庭呢，我们小朋友也要慢慢扛起来哦。啊，未来的家庭支柱是你们，我们要展现自己越来越独立，哈，让妈妈放心。拥抱一下妈妈，好，我们一起说谢谢妈妈，好，妈妈我爱你，好，来我们用我们学校把品格教育设为第一个目标，我们透过晨间的打扫，平常的阅读，还有同学彼此的运动，来促进学生的品格。我们希望不只是只有今天，每一天孩子回到家里都要向我们的爸爸，向我们的妈妈问早问安，帮忙做家事，把自己的作业做好，不要让父母亲担心。